大家好，五常时间。咁咧就而家个时间系朝头早六点松少少啦。咁咧就系其实今日咧，我大概系四点几就起身。咁咧就一早天未光就出咗嚟走几个位噶啦。咁咧就今日出嚟做啲咩咧？其实今日咧我啊出嚟啊想影一啲啊个天仲系蓝嘅朝头早嘅晨光嘅清晨嘅一個天色嚇，藍色嘅天色。咁咧就朝早呢段時間咧，就影個天咧就好有趣嘅。就平時我哋嚇、就即係日上三竿先起身嗰啲人咧，我見個天咧就係白色嘅。當然咧即係又會係藍天啦嚇、但朝早清晨嗰個藍天咧係兩回事嚟嘅。就個太陽未出，慢慢咧由一個黑色嘅天空咧，慢慢變咗暗藍，再藍色咧就好靚嘅。咁咧就我哋可以叫呢個時間咧叫做Magic Hour。咁咧就熟悉影相朋友都可能知道我講啲咩噶啦嚇，一個魔幻時刻。咁咧就對於影風景嘅人嚟計咧，就朝頭早同埋黃昏日出日落前後咧，就我哋會習慣叫做 Magic Hour。咁咧就有啲時間會叫做 Magic Hours。咁咧就即係種數啦嚇。咁啊呢樣嘢咧就真係喺地區啦。舉例下就點解叫 Magic Hours 呢？就因為呢段時間見嘅天色咧，就真係好特別嘅，就藍到好似寶石咁靚。咁啊，加上有日出或者日落少少嗰個喺水平線嗰個黃色咧，金黃色啦嚇，就即係嗰張相就好戲劇性嘅，就同我哋一般平時見嘅天色係兩回事啦嚇。咁啊，所以好似有魔術咁靚，咁所以我叫做 Magic Hour 啊，魔幻時刻。咁咧就喺例如喺地球嘅北邊 ，OK， 北美洲啊、北歐咁樣咧，歐洲都係啦嚇。佢哋嗰個即係日出日落時間係相當長嘅。例如喺歐洲，我試過晏晝六點鐘就開始個天開始日落啦，落到夜晚十一點個天都仲係好靚嘅藍色。佢哋可以有幾個鐘頭嘅 Magic Hour。咁咧就所以好好影嘅，所以嗰啲地方即係喺歐洲啊、喺北美洲影嘅日出日落個 Magic Hour 好好影嘅。咁但係喺香港咧，你假如你想影 Magic Hour 嘅感覺咧，就真係相當困難啦。點解咧？因為每日呢段時間咧，就真係好短時間。差唔多個天色變得好快，好似今朝我出嚟咧，即係冇十五分鐘、三十分鐘，個天就開始光曬㗎啦。如果而家呢段時間，我其實我收機啦，收機先得閒同大家拍片啦嚇。咁啊，未收機之前，我只係得好短時間，咁啊影到一個比較感覺好嘅 天色啦嚇。咁咧就所以喺香港影 Magic Hour 係困難嘅，時間好短嘅。咁啊，我俾個建議大家，其實咧，如果你想影 Magic Hour 嘅話咧，差唔多你需要即係個太陽未日落，你就穩定動定腳架，揾個靚位啊，等到佢天色變，影到夠為止，咁你就好影啲。假如你等個天色真係變咗，你先出去嘅，先揾位嘅話咧，揾得嚟嘅天都黑噶啦。咁啊，朝頭早都係啦。如果你想影一個天好靚嘅天色，由全黑慢慢變咗暗藍，再開始藍啲嘅話咧，咁啊真係需要係你未天未光就好似我今朝咁樣，天未光要出門口咯。咁啊就所以咧要大家真係作為一個攝影師咧，就冇得懶嘅。好似我咁樣，我琴晚兩點幾先瞓。就差不多瞓咗個零兩個鐘，OK 啊兩個鐘嘅睡眠，咁啊跟住就起身出嚟影相啦。係啊，冇辦法啦，年紀大瞓得少啦。但都係咁樣，就即係攝影師係一個比較辛苦嘅興趣。你假如需要影好相嘅話咧，嗱我哋有句中國人嘅説話嘅，都唔知係咪中國啦，外國都咁講啦。早起的鳥兒有蟲吃，咁所以咧早起嘅攝影師咧就有靚相影。所以如果你要做一個好的風景攝影師咧，就好慘嘅。我自己經驗，因為過去我影好多相，朝頭早都係未天光就摸黑出去嘅。咁就特別有啲時間同屋企人去外國旅行都好啦，我就一個人咧，天未光就已經係起身揸部車附近兜下咩嘢影，跟住影完相翻去嘅，咁大家都仲未瞓醒。咁所以咧，攝影師係一個比較。即係人哋瞓覺嘅，你要早起身；人哋食晚飯嘅，你要仲要步喺動住啲腳架啫，等日落。人哋夜晚嘅，你就即係可能喺屋企睇電視休息，你走去影夜景。即係所以攝影師就冇辦法啫，所以攝影師即係正常人哋活動嘅時間嘅話，你攞嚟休息咯。好似我咁樣正常，大家日頭時間我攞嚟剪片咯。咁啊，剩翻啲咁嘅深夜時間啦，咁啊預備清晨去影相。咁啊，黃昏時間嘅又可以走去影相，即係所有善用嘅Magic Hour。
咁啊，今日唔好意思啦，喺路邊影啊呢段片。咁我影硬照其實冇影響嘅嚇，因為唔收音啊嘛。咁啊，但係拍片就可能啲車聲比較大啦嚇。咁啊，都唔記得帶 clip 麥出嚟，咁啊，淨係用機頂麥。咁啊，希望大家聽得唔會太辛苦。咁咧就關於今日嘅相咧，我就趕唔切執好俾大家睇噶啦。啊，咁啊，依家試下 attach 咗兩條片啊，同埋一啲我舊底影嘅 magic hour 相啦嚇。咁啊 ，anyway， 咁啊，俾多個 tips 一啲新手朋友。咁啊，影呢個 magic hour 咧，其實咧我哋用 daylight 嘅色温，嗱，基本上係用 daylight 嘅。即係點解咧？因為你要捕捉到一個啊真正嗰個啊。色温嘅變化啦嚇，咁咧就我唔建議用 auto white balance 嘅 AWB。你如果影呢啲咁嘅magic hour 相咧，我建議大家係用 daylight 日光。咁然後咧，你基於你自己嘅創作需要，你自己再自己調校你嘅色温，係啦，即係話咧，你如果熟手嘅熟手啊，咁啊你自己 set 你嘅色温個 K 數自己 set。假如你唔熟手嘅話咧，用 daylight 日光就得啦，啊千祈唔好用 AWB。因為你用 AWB 嘅話咧，就唔會將啲相咧啲顏色影到太過平凡嘅，因為會盡量將啲顏色咧就將佢中和翻去白色。咁咧就其實唔係我哋影 magic hour 嘅原意咯。我哋影 magic hour 嘅意思就話希望可以影到佢啲色特別啲。咁所以咧，我哋基本上係用 daylight 嘅日光啊。咁咧就如果識得搞嘅話咧，我哋會自己 set 個 K 數，使到佢啲色更加藍或者更加黃嚇，即係。作為一個顏色上的創作咯，咁就如果上過我啲攝影初班都知道噶啦，或者 Photoshop 班都知道噶啦。我其實鼓勵學生咧，你掌握到準確之後咧，你就要感覺嘅啫。因為點解咧？因為藝術創作其實係講感覺，唔係講準確。嗱，當然啦，即係唔好歪曲嘅説，唔好扭曲嘅説話。準確係必須要學嘅嘢。嗱，但係學識準確嘅話咧，你跟住落嚟咧就要利用各種方法咧，去喺個作品裏邊咧影你嘅感覺出嚟。OK， 咁啊，而家個天已經光曬啦嚇，即係特別係拍片嘅話咧，我冇可能喺條片嗰度set 啲咩色温俾大家睇啦嚇。咁啊anyway 就所以見個天咧都係白曬曬噶啦嚇。咁如果我相機嘅話咧，我會將佢 set 到啲相會藍啲啦嚇，而家 under 少少影啦嚇。OK， 嗱，大家喺影片見得到咧，而家個天咧就真係白瀨曬噶啦，白色嘅冇咁好睇嘅。咁但係咧，如果喺攝影上咧，我哋對呢個環境點控制咧，咁我建議大家咧，即係好似先同我咁講咧，喺色温控制上咧就做啲功夫。就我哋一定係唔會用 auto white balance 自動白平衡去影呢啲畫面噶啦。我就真係建議大家咧，就如果新手嘅話咧，你就可以用日光 daylight。咁 daylight 影出嚟咧，就應該比而家肉眼見嘅天係輕輕藍少少嘅。咁但係如果你識得玩嘅話咧，你可以將佢個色温再玩得變化啲，例如咧將佢 set 到去呢個tungsten 啦，或者係同其他嘅模式，甚至可以 set 到去color temperature 色温，咁啊自己 set 嗰個色温嘅度數，咁咧就你如果識得搞嘅話咧，可以喺將今日嘅天色做到好多變化噶。咁另一樣嘢咧，我建議大家對今日個天氣天色嘅咧，就應該將佢例如 under。三分之一級去影，當然啦，你識得搞嘅話咧，正常去影都 OK 嘅，就唔會爆嘅應該今日。咁啊就翻去，你將個光位吞暗少少，咁另外將個暗位吞翻光少少，咁啊當然再加埋喺色喺顏色上高做一啲變化嘅話咧，你就真係可以影到張作品出嚟嘅。咁啊 ，anyway， 咁啊攝影其實好多學問嘅，關於色光方面，咁啊。如果不明白的話可以參考我本《光與曝光》嚇，咁嗰度都講得很清楚。短期內我未必會再開《光與曝光》的 workshop 啦，如果有興趣的話，可以看下我本書先啦。咁啊，嗰度都講得很詳細。總之係其實對攝影師嚟計咧，無論顏色同埋嗰個曝光都是一個我哋可以靈活控制的創作手段。都是那樣嘢啦。學習攝影，我哋學習點準確。但係創作嘅話咧，我哋學習點樣樣嘗試將我哋嘅感覺做出嚟所以咧就對於藝術創作嘅話，感覺係比準確更加重要。咁當然咧，前提你識得準確先啦。
anyway， 今日套片就唔好意思，因為我始終係背光啊，後邊個陽後邊嘅雲層太過光，咁所以可能有啲暗啦嚇。但我唔想將佢爆曬，一爆曬個天就白曬曬，唔好睇嘅。咁啊 ，anyway， 咁啊，分享到呢度為止啦嚇。咁啊，大家就如果有任何關於拍攝嘅問題或者 match up 嘅問題咧，你可以留言俾我，我盡量回答大家。另外一樣嘢就希望大家可以like 我呢個頻道啦 ，share 我呢個頻道啦，訂閱我個頻道啦嚇。咁啊一個頻道成唔成功，香港有冇一個多啲攝影話題嘅 channel 嘅話，靠大家啦 ，OK。咁啊，所以就搞出嚟嘅話，希望大家多啲參與。OK， 今日分享到呢度，拜拜。